位嘉宾，到大家期待已久的竞标时刻。这次我们竞标不是以大家的金钱作为筹码，而是以大家的运气作为筹码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第一项竞标商品是床上桌，让我们抽出第一位幸运儿，颜色是绿色，号码是37号，请问有得奖者吗？好，麻烦请得奖来到我们舞台右侧领奖。我选的跟去年一模一样的颜色跟号码，所以有中。好，下一个竞标商品是王品餐券，让我们抽出下一个幸运儿。还有第二次竞标机会哦，千万不要错过喽！对，真的。
说到饮料啊，你最喜欢喝哪一种啊？